从我目前得到的信息看，你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，但也并非无懈可击。你把陆景和的证词和警方提供的资料对比一下，就能发现漏洞。 大多数河豚中毒的人都会在30分钟之内毒发，但也有少数人的中毒潜伏期很长。酒精巧克力中检测到的河豚毒素纯度并不高，剂量也不是很大，这可能导致沈西中毒潜伏期延长，在酒会结束前没表现出异常。 记得之前演薇提到的遇害时间吗？是21点到凌晨2点左右。除了潜伏期这一点，化验报告中还提到，并非所有的巧克力都有毒。全部的12块巧克力中。 除去沈西吃掉的2块，剩余的10块中，只有7块是有毒的。没错，而且警方在剩余的7块有毒巧克力上发现了针孔。 目前至少有2个疑点，你觉得呢？如果沈西与旁人分享这盒巧克力。 而自己吃到的恰好是无毒的那几块，那凶手的计划就破产了。就算凶手丧心病狂了，不在意别人的生死，他总要保证能除掉自己的目标吧。所以，巧克力没有全部下毒，是第一个疑点。此外，凶手用注射器下毒，也是一个疑点。 凶手是怎么知道陆景和会送沈西巧克力的呢？既然不是针对巧克力，那是什么样的人才会随身携带注射器呢？ 一种可能是，凶手本身患有疾病，有自行注射药物的需求；还有一种可能，凶手原本的行凶计划中就会用到注射器。当凶手看到陆景和赠送的巧克力时，他临时改变了计划，嫁祸陆景和。 这算是我的职业病吧。对于人的行为，总是会有很多联想。但无论怎么推演，凶手肯定都是能接触到巧克力的人。
生，江明月可以接受询问了。江女士，请这边坐。你是陆总的律师吗？有什么问题就问吧。警方之前给你的个人资料，给我看看好吗？
你等我，你开始询问就好。不过询问过程中，我随时可能插话，这多少有些失礼，我先向两位女士道歉了。